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日式煎鸡排，也叫照烧鸡排，日文叫 teriyaki chicken。 我们是用日本酱油30毫升，甜酒30毫升，生酒30毫升，红砂糖25克，麦芽糖1勺，几片蒜片和鸡腿肉。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东西倒在这个锅里，开中小火把它烧开。然后为什么不要开那么大火？是如果你开那么大火，这个teriyaki cheese就会苦的。我们的 teriyaki cheese做好了，我们现在煎鸡排，开中火。倒一点油。我们把鸡排有皮的那面上下煎5分钟，煎4分钟。盖上盖子。我把它翻过来煎3分钟。我们把它翻过来再煎1分钟。我们的鸡排做好了，我们就放在菜板上，然后把这个teriyaki cheese就倒在这个锅里，倒一点蒜片在上面，然后切几刀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倒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就我们的 teriyaki chicken 就做好了。等我来试一试。哦，很好吃。OK， 下次再见。